何をするんだ。この船に乗った上そんなことを聞いてどうする。あなたたちは商売人じゃないな。そんなことはどうでもいい。つべこべ言わずに早く持て。全ては金のためなのだ。今年弃武从武，想出奇制胜啊。去年他输给了陈雅珍，当然不服气了。这一对欢喜冤家就是喜欢斗。哎，是啊。你看他不来了。瞧吧！嘿！
ください。おい、どうだ。ま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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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バカ者、子供なんか捕まえてどうするんだ。何にもならんぞ。これはこれの俺らの仕事です。ほら来ましたぞ親方。不错，但是我让你们每一句都要有个月字，最后一句怎么没有啊？嗯、老师，共贺人间元宵节的箱子下面不就是有个月字吗？你呀、啊，真是个鬼灵精啊！我们快走吧，要不然闹元宵的魁首就被别人夺走了。好好，走走走，慢点跑，别摔跤，慢点跑，别摔着，小心啊！不许伤害孩子，不可以。你到镇上去，要每户拿1000两银子来赎孩子。1000两银子，这是个穷渔村，你这是要他们的命啊。对，要么交钱，要么交命。把孩子留在这儿我不放心，你到底去不去？我不去。妈呀，やめすると来るぞ。老师、老师、别吓我，老师让我去吧。あなた、あなた先、来るって言ってます。行きま。小毛头，快走啊！快！バカ者。崖に逃げられたら1000両の損だぞ。とっとと捕まえてこい。はい。あ、もか。おい。金がねえって腕なんかはめてるじゃないか。すごせ。そのガキの手を切り落として家族の元へ送ってやれ。はい。待て。この子の腕をよこせ。確かに我が国は西洋人に狙われている。だが逆に中国人をいたぶるなん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それじゃあなぜ一緒に来たんだ。あの船に間違って乗ってきたのだ。バカ者、やつを殺せ。はい、行くぞ。やっちゃえ。真是道德败坏，还不赶快撤，快撤。我写的是国泰民安，怎么变成天赐良缘的？这是你女儿抛给儿子的彩球。你儿子掉了包，你想娶翠姑做儿媳妇，偷我家狗权。你放狗屁，想招女婿偷我家虎权。哎呀，都是你出来送的。哎，喂，你们好。好你个头啊！我叫吕洞宾，听说五娘也是元宵节抛彩球才变成带什么你？好、啊，你快走。
違う、誤解だ、誤解だ。お嬢さん、あなたは誤解してるんです。你是坏蛋。要不要派兵追击？不，倭寇猖獗，我方兵力不足，守城要紧。是，警戒。你不要命了？
我知道你是好倭寇，可是别人会宰了你报仇的。私が殺したわけじゃないのだ。犬犬を狙いたいのだ。叽里咕噜的，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救过我的命，我要报答你。好，你疯，我陪你疯。疯疯，对，疯。严格检查，别让倭寇混进城内。是。杀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倭寇在杀人。拿下啊！疯子被倭寇吓疯的，红袖，你放心的去吧，你留下的孤儿寡妇，我会帮你照顾的。人死不能复生，早知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呢？你什么意思啊？这你懂？爹，你就少说两句嘛。不是吗？嫁什么人不好，偏要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舅子。你是来吊丧的，他是存心来气我。有句话，在红星去世了我才讲。当年你要是嫁给我，就不会有今天了。哎呀，爹，都八辈子以前的事了，你就别再说了。你懂什么？当年我让他争取婚姻自由，学陈三五娘私奔，他
他不干。现在你守寡了，我心里好受吗？这都是你爹的错，都是他怕武功外传，不让你入赘。男子汉大丈夫入什么赘？那你现在又非要招天蓬做什么女婿？反正我这辈子没结婚，只收养了两个女儿，天地良心，我对得起你啊。你不结婚也是我的错，那我守寡又是谁的错？你啊，都是你害的。你啊，你说哪儿去了你？我告诉你啊，他不把翠姑嫁过来，你们俩的事就算吹了。他不让天蓬入赘，你们的事也算吹了。我的事谁管不着？哎，翠姑，你上哪儿去见？哎呀，走吧走吧，我帮你进了城，你还跟着我，找死啊！我去拜洪老师，你让天蓬哥碰上准没命。哎呀，快走吧，快走吧。我的希望，你给我拿来待着的。你真是个疯子！快走，怎么偷到哪儿去了？笑！笑！你给我，我现在在。你是谁啊？姐，你别理他，他是个疯子，你是个疯子，快走开！小毛头，你疯了？走开！你没事吧你？姐，你别碰他，他是个疯子。你怎么知道的？他是被倭寇吓疯的，刚才在城门口还想杀人呢。快点，走吧你，走。哎，大叔，您别生气，我妈生下来就是个倔脾气。你妈的脾气我比你清楚，翠姑的脾气你比我清楚。哎，大叔，快走，快走吧，你找死啊！快走！姐，别走这条路，疯子会杀人的。姐，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给我点钱买吃的。你呀，吃的多，拉的多。拉得多，当然吃得多了。哎，你走这条路不怕碰见疯子吗？我不怕疯子，疯子怕我。刚刚出炉的光饼又香又脆，戚继光将军打败倭寇就是吃我爷爷做的光饼。你们是狗咬人了，看看。这年头，北方闹水灾，南方闹倭寇，真是太可怜了。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什么？我可怜你，你还咒我妈死？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咒我妈死，我咒你妈死。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行的是日本礼，会不会是倭寇啊？我看这一定是倭寇，一定是倭寇，好人，杀倭寇啊！杀倭寇啊！杀倭寇啊！杀倭寇！杀倭寇！原来他是疯子，没事吧你？陈明，你是待不下去了，我带你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就在前面，跟我来呀，来，快走啊！没人会来的，最安全了。你先歇会儿吧。哎，不用跪了。
去吧。阿里嘎多。阿里嘎多，你应该说谢谢。谢谢。这光饼本来是取取光将军打倭寇的军粮，现在都被你这个倭寇吃了。吃，不卖，不卖。哎，说了半天你也不懂，你不懂我们的话，出去准没命。哎，我教你说我们的话。我教你。哎，不是我教你，是你教我。你说，你是倭寇。你是倭寇。嗯，不对，应该说我是倭寇。我是倭寇。对，倭寇是乌龟王八蛋。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嘿，对了对了。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哎，再说再说。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哎，你在这学，我回家给你找吃的。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死丫头，整天在外头演，肚子饿了才知道回来，快进来吧。小姑，是你啊。倭寇围城，正让你家缺粮，给你送点米来。你不怕你娘知道吗？我是怕你爹，他去了少林寺找上智大师，我这才敢来找你。只要我们在一起，谁都不怕。这样在五马山下偷偷的，我教你狗拳，你教我虎拳。对，到时候这地瓜和大米煮成熟饭，我们的事就好办了。明白了。吃。有地瓜大米饭吃啊，又香又甜的。这回啊，我的肚饿病可有的治了。喂，吃这么大一碗饭，不怕撑破肚皮啊？我现在正在长个嘛，当然要多吃一点了。你呀，老有理。哎，我不打扰你们讲什么虎拳狗拳的，我要出去吃了。哎哎，你又上哪儿去啊？山に来た、里に来た、野にも来た。花が咲く、花が咲く、どこに咲く。山に咲く、里に咲く、野にも咲く。上手だ。吃饭吧。はい。你看，嘿，乌龟，毛头，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どういう意味だ？好人的意思。好人？いい人かな？わかった、明白。你明白啊？明白。あなたは中国の倭寇乌龟王八蛋。我不是，我不是。私は日本の倭寇乌龟王八蛋。你也不是，乌龟王八蛋是这个。こいつ。啊！かました。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是好人。かました。かました。好人，我也是好人，真是好人。あなたは一番一番いい人なの。あなた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だが。嗯，这不是我家狗拳吗？先生。我不会，我姐姐会。姉さんか。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
你舍得回来了？爹，你修的水鸭子怎么一点也不像水鸭子呀？你就知道玩鸳鸯戏水，你都不懂啊？鸳鸯戏水我不懂，但你这手绢绣给谁的我可知道。你知道送给谁的？想跟你偷偷学狗拳的那个人。小鬼，什么时候啊？明天大清早。哎，不过可不是在五马山下。那在哪里啊？明天大清早你跟我走就知道了。小鬼，睡觉去。嗯。看清楚了啊！滚！那你看清楚了？你跟谁说话？想偷学狗拳的人。Uwachi-san, finally we meet. Gomen. Nani ka watashi ni? I beat all the Japanese martial artists except you. They say you're the best. Today, I meet my greatest challenge. Sumam. Bujutsu wa shūshin yōjō no tame da. Chikara de arasou tame no mono dewa nai. Gomen. You don't want to fight me. That's okay. All right, you can get out of town by crawling between my legs. Hello. ここは日本だ。狼藉は許さん。来い。I'm the best fighter in the world. All fighters bow in front of me. You can't be an exception. What?Crawl between my legs instead of wasting so much time and energy. Cra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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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him! Get him!
Do you want to crawl now? Or do you want some more convincing, huh? You're great! I'm proud of you! Come on! Come on! Let's get some drink! は勇者のすることですが、その流した血は二度と取り戻せないものだ。拙者は奴らに負けた、またがれたんだ。切腹するより辛い。それはそうですが、あえて生きていくのが本当の勇者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すか。成功は失敗から生まれるんだぞ。大使は私か。私は唐から来た僧侶だが、お前に剣法の教本を授けよう。これは少林寺剣法といって、弱者が強者に勝つ方法だ。剣法を習得するには必ず唐土へ行かねばならんのだ。唐土へ？どんなに難しいことでもやればできるはずだ。どんなに遠い場所でも行けば必ず着くものです。東土へ行こう。原来你是这样来这儿的。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姐，你就成全他，救他狗权吧。我不能违背家规啊。哼，违背家规，我去告诉爹，姐偷偷教天蓬哥狗拳。哎，你不要乱来啊。怎么说，你同意了？快快叫师傅，快呀。师傅，先别叫师傅，学狗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怕你做不到。事虽难，做则必成。顽雄，愿受一切苦。好，你宁死也不钻西洋人的裤裆。如果我要你钻我的裤裆了。姐，你这不是故意刁难吗？你懂什么？好，不钻。姐姐被人钻裤裆了。你拜成师傅了，快拜，快拜呀。师傅，我不是故意羞辱你，少林狗拳的特点是穿裆盘腿，请不要见怪啊。多谢指教。倭寇，倭寇，倭寇，他是好人呢。他是我杀父仇人，你为什么让他钻裤裆？往那儿跑！哎，快！叔叔，哎，叔叔，叔叔，你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倭寇が罪のない民を
大勢殺したため、カラビトは我々を恨んでいる。私は生きづらいので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ですか？どんなに難しいことでもやればできるはずだ。国を離れてから初めてうまい刺身を食べた。他是野人吧？我看成疯了。喂，哪里村的？哎，你看呢，那么大的人还穿尿布呢。喂，给我看一下，不对。哎呀，我妈说，我口才穿尿布啊。おい、ここ帰ってくれ。待て、どこ行くんだ。待て、待つんだ。待て。大丈夫です。天狗祭りの日に町へ忍び込んで天狗様の夜光寺を奪ったら何よりの儲け物になりますよ。親方、夜光寺？そうです。あの夜光寺は皇帝からの賜り物でものすごい値打ちがありますよ。絶対に奪うべきです。本当か？若尾！ん？若尾！你已经跑不了了，快出来送死！ちょいさん貴様、俺たちを裏切ったな。きっとやつにつけられてたんですよ。安全のために通しておきましょう。我知道你躲在塔里边，有种的快给我滚出来。何者だ。川島め、許さん。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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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垮了。是他杀死你爹的，他杀死你爹都有骨头的，哼，蛇鼠一窝都是倭寇。小心！我要打，我要叫你干什么？何でもなりません。上帝顽雄杀人如麻，窜入我城，意图窃取情报。幸亏上天保佑，让我将他捉拿归案，否则我城将惨遭血洗。我可杀了我全家，杀了他就要报仇。慈禧大人杀了他，为民除害，杀了他。大人，杀了你，杀了你窝头。杀了，时辰已到，动刑。你想爹发场吗？大人，家父惨遭此贼所杀，我要为父报仇。令尊是他杀的，如此一刀把他了结，家父死不瞑目。好，好，好啊！你想怎么样为令尊报仇？求大人把倭寇交给天蓬，以古法酷刑，叫他不得好死。家父在天之灵。乱世用重典，
徐某成全你一片孝心，谢谢大人。站起来，走，慢着，我陪你一起去，我要亲眼看着他死，让倭寇看看他们的下场。是，起来，走，起来，走。你想用什么方法处死他？我要让他尝尝人间苦刑，活活闷死他。跟上。そいつはいい。そうです、ワチが死ねばもう安心できますぜ。トイさん、天狗の冠の夜行寺とは確かに高価なのか？もちろん、あれは皇帝からの賜り物です。だがどうやって町に入るんだ？へい、これを使います。天狗祭りの日に東門で待っていますぜ。我ら日本人は背が低いからバレるかもしれんぞ。それはもうこれを使えば大丈夫です。さすがだな。じゃあ俺たちの夜行寿に乾杯。上地が地獄へ行くのに乾杯。乾杯乾杯。天门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叔叔叔叔叔叔，文雄文雄，叔叔叔叔，文雄叔叔叔叔叔叔啊，什么苦都不怕。哎，错怪天蓬了，这棺材全钉空了，还留着透气孔。这叫猛张飞，空中有戏。叔叔，学狗拳要用腿功，这是姐姐的主意。谢谢师父。
我不是师傅，师傅在那儿呢。嗯，这两个丫头，这不是让爹背叛祖先吗？哎，快叫师傅啊！师傅，娘，娘，你听我说。哼，你这逆子，几个还没破门呢，你这天津丫的了。你误会了，他是好倭寇啊。你爹就是他杀死的，还说他好，你是被鬼迷住了。娘，你听我说。爹，怎么办啊？去南少林找上智大师。哦，站住！死狼狗，想放走是二蛋。嘿，爹有罪不报仇，谁挡我的路，我就跟他没完。大妈，你误会了，他是好人呢。救救我！滚开！娘，你别这样，你站住。你这个母老虎，竟敢欺负我女儿！好狗不打仗，不要砍你的狗头！你砍！哎呀！滚开！嗯，快走！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哎，快走！哎，娘！啊！好，别打了！好，走，走！我不走，我要学中国功夫。呀！这叫灵狗钻洞，我脚下留情了。娘，你没事吧？哎呦，灵狗钻洞。是，快走走啊！娘，娘，小心啊！救命啊！爹，爹，娘，你不要紧吧？我没事。爹，这招是不是叫恶狗抢屎啊？去去去。前面就是少林寺了。倭寇，给我站住！站住！娘，你别追了！哎呀，你站住！给我走！站住！站住！娘，什么？你听我说，是他在姑嫂塔上冒死救了我和翠姑的命。你别发火嘛，大妈。要不是倭寇叔叔，我小毛头就变成小煤头了。是啊，对啊，你呀，就像客栈里的臭虫，好坏不分，见人就咬。行了，别说了，都是我的错。错了还那么凶，还不上去赔个礼？别让人说我们不懂礼义。娘，去你去。斩魔除妖之心，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愿佛祖保佑。阿弥陀佛。大师好。阿弥陀佛。上智大师就在那儿。是翠姑啊，这位是东阳武士吧？是，是吧？是，弟子上帝完雄，拜见大师，请起。大师，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幸亏完雄得悉内情。善哉善哉，施主是东阳人，乃具中国心，所作所为令老衲敬佩。为雪胯下之耻，辱国之痛。弟子求大师传授少林功夫。能忍人所不能忍，必能成人所不能成。依老衲看，你已经成了。大师，请起。为了平息倭寇知己之彼，望施主传授我少林弟子东阳机技。东阳机技源于中土，
完雄愿与众师傅相互切磋。少林护法拳的腿法融在堂手之中，更见威力。说的是，好，来。东洋武术源于中土，青出于蓝胜于蓝，值得借鉴。谢师傅指教。好。好。他想干什么？这是东阳楼叔的手法。对不起。心正无不正，心邪无不邪，你怕什么？大庭广众跟一个东洋人又搂又抱，还说不邪？天鹏，你还愣着干什么？我在琢磨东洋武术。你未来的媳妇儿让人又搂又抱的，你还在这琢磨？喂，你干什么？我也来学学东洋武术。天鹏，你学习东洋武功，为什么用虎拳打人？我不用虎拳打他，他能学到中国功夫吗？请指教。小心啊，老虎屁股不能摸。老虎屁股岂能摸，这叫虎尾三鞭子。多谢师兄。天鹏，我是让你教训他，你怎么把咱们家虎拳交给他了？我人有邪正之分，武术之应以国为戒，门户之见害人不浅呐。就是嘛，害得我成了老童男，你成了小寡妇，还不够苦的？那你答应翠姑嫁给天鹏了？赶走了倭寇，什么都好商量。哼，神也是你，鬼也是你。Thank you.
お前らもう逃げられんぞ。貴様は一体誰なんだ。かかったな。いやこれは罠だ。逃げましょう。必ず夜行寺を手に入れてやるぞ。ほら見ろ、天狗の冠を手に入れたぞ。さあ早く城外へ案内しろ。親方、我々は騙されました。何？これは偽物です。本物はまだ手ごみにあります。え？うわっ、ちくしょう。俺はここで見張ってます。行くぞ。あれは本物か？本物です。Yeah!
ページの味はどうだ。貴様は日本人のくせになぜ俺を死ぬまで追い詰めるのだ。お前は日本人の恥なんだ。私の刀を汚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腹を切れ。そらどっちまたおガキの命が惜しければ刀を捨てろ。さもなくば殺すぞ。何を鈴木だ。いろ。一体彼女どうする気だ。ガキを死なせたくなければ夜光寺を出して我らを船に乗せるんだ。グズグズするな。早くしろ。
知ったことではない。先を死なしたくなければ自分の腕を切り落とせ。さあ、下手な真似をするとガキの命はねえぞ。早くしろ。さあ早く。谢谢你救了我两命啊，多谢大舅。娶个老婆，你没资格议论女人。女人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玩熊这样的男人，嫁丈夫还是天蓬靠得住。对，我也是这个意思。翠姑嫁定天蓬了。别卖口关子。
上帝完雄带着人们的深厚友情和中国武术的真谛回到东瀛，并且把中国的武术和日本的极技相结合，创立了空手道，成为一代宗师。